什么叫上海式解压？哎，四零零，那我的夜到叮叮咣啷来做啥？人家不要休息了。三零二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家正好在收拾，马上停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个边无理中介者嘛，跟我哪能讲法子啦？我好像懂他意思了。哎，三零二，你是不是？哎，侬懂了呀。那我们重来。好好啊，四零零，那我的夜到叮叮咣啷来做啥？人家不要休息了。哎，你说是我家就是我家，你哪个眼不是看到了？趁那不是那屋里是吃老的啊，都吃了太饱了，没事体做的吧？管好你自己啊，不爽就搬家呀，有本事搬我楼上呀！那娘个要不是找不出我，我现在就上来弄这地铺擦脱，侬相信吗？嘿嘿，我怕你啊，我怕你啊，你有本事就上来呀！侬有本事侬再叮叮咣啷试试看，侬看我滚不滚上来？你让我叮叮咣啷，我就叮叮咣啷。哎，我现在就没声音了，我不响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老子不老，侬等了该。你是谁啊？我还等你啊，你面子大嘞。啊，失忆了。哎，真是的。